2022国庆宴会10号暗时将要伫故宫南院登场，官府已经伫活动的周边新增加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的活动的区域以及时间，撇免无依照规定申请，也则是民众操作不当，影响到活动的体验。该县政府估计，关帝特区周边将涌入300,000人潮，可能国庆宴会当天人潮众多，其为安以及民众安全的考量，已经在活动周边新增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区域以及时间。建设处表示，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时间自10月70日。中到12点开始，到暗时11点为止。该县政府为确保当天所有活动顺利进行，片面为以规定申请也是民众操作不当影响活动展演，现场严禁空拍机飞行拍摄。县府也将以运动空拍机拦截器等的设备进行监测以及干扰，查核违反规定者，将以民用航空法规定办理。最新新闻，蔡明东，盖棺藏不得。人群中或许没有人是主角，但到了我的主场，我说的算。全民运动会，花光再加一。